按欢迎。Hello，Hello。哎，通常你们是不是有自己的介绍？当然有，会有。来，一起来一个。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NG。哇，个人来，好，个人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G 的马娇 M E O Miu。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G 的宗思雨。哦，思雨。Hello， 大家好，我是 SNG 许诗音小 V。嗯。Hello， 大家好，我是 SNG 的伊万。啊，哇！我突然发现了，原来我们刚说的广东话，他们应该是一句都听不懂。对呀、啊，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就拖着、啊，其实他们在广笑得很开心，笑得了解了、嗯。其实他们是听懂的啦，他们在广州其实一直在这边生活，只是在演出，可能在录歌跟可能练习啊，或者是表演的时候就去不同的地方。对。嗯哼 ，OK， 哎，那我们先来赶，因为 SING 就是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唱歌很厉害的吧，应该是对不对？我想这个就姓嘛，对呀、啊，超级巨姓，超级巨姓，是是 SING。那我想问一下，哎，你们现在有团长吗？还是有、哦、有没有什么担当之类的？刚刚讲说什么？对对对每个人会有担当，来，自我介绍，再来一遍。哎，但是因为刚刚你没说，就说名字了。对，因为我是我们团的说唱 rap 担当。哦哟，来 freestyle 一段，给个 beat 嘞，给个 beat 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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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要这么土吗？这一个什么叫什么土啊？经典，奥运会啊！说实在，有没有练好一段的这一个？就经常肯定会有像我们这样的人说，因为我的一些 slogan 就是编的那种，我是又辣又是爱过，不是，我是又辣又是爱是火。哎呀，掌声鼓励一下！哇，好好听！哇，太棒了！毛毛病啊，没有音乐，噔噔噔。周夏老师，我是又辣爱吃火锅，还要加吗？加了，从不乖乖听话出场就是王炸的马娇 M E O Miu。哇，他就是那种又甜又要把你酷煞的那一种，又煞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嘻哈担当，说唱担当。没事没事没事，看到我们两个忘词很正常的。他们旁边说很正常，是真的。吓到了，吓到了！第一个起得那么高，第二个会不会有点压力，有点大呀，老师？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队长在旁边嘛，什么担当来？来！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SNG 的 vocal 担当哦，宗思雨。哦，思雨 vocal 担当就主唱啦啊，是不是通常唱副歌，还是说基本全都是你先录好了？因为我们是不是我们是国风女团嘛，其实会有一些戏腔的元素会加到歌曲里面，然后我就是会担当一些唱戏腔的部分呐，这样子。哎呀，这段时间我们听也太多这个戏腔了，因为呢，我们之前来了一个嘉宾啊，他是日本就在日本出道。到的香港的女孩子，然后她是唱粤剧，哇，那很厉害，对，专业户。所以呢，我们也想听听现场来一段这个国风的 vocal， 可以吗？哦，我想一下啊，要唱哪一首？你们主打歌也可以啊，哎，还是我想想啊，如果你跟戏腔有点关系的，咱们就是最近有新出一首歌叫《走马过群峰》哦，来听一下，来。但是我现在有点紧张，我的副歌第一句忘词了，又忘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我随风几万里冲冲，对落日万国公，与明月走马过群峰，提去提壶一曲相思愁。好啦，也不错了，这是我们的小 V 姐。哎呀，小 V 姐真的是队长，嗯、无论是发生什么情况，我来垫，她先垫了一个底。对，她有在给我提一个气，对，对，没有，这首歌应该可能还是蛮新的吧，对不对？对，她很新，对，所以不出奇的，所有朋友，就包括连作者自己。填词的那一位也可能未必记得住，对不对？哎，录了好久又忘了，都、哎、没事没事。但是小薇姐在身边就有满满的安全感，她在我们团里其实有很多种担当。哎，你说看，不要让她自己介绍、啊，这是妈咪担当了吧？这个我来说一个，来说一个，就是我的百宝箱担当。你的你要具体到某一件物品上，百宝箱这是什么都有的意思吗？就是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团，比如说缺什么都可以问他，他都会有的。借钱可以。小 B 姐最近感觉大环境不太好，其实很好，下一次找他借钱。
就是你要什么，就比如说你要什么道具啊、妆化，只要找他，啊、他都会有的，对，都会有，包括那个小到那个指甲剪都会有。指甲剪都有，走在路上会有指甲剪吗？走在路上，随身携带，关键是随身携带。你要从包里拿出指甲剪给哇！我也觉得太夸张了，因为我想找的时候永远找不到。对啊，突然间有个人能马上给你，他就是你的百宝箱了，真的是。通常我上课的时候，我忘带书本的，总有一个学习队长的，什么书本都有的那种。对对对，所以就好安全感哦。对呀，就是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针线包担当，也是我们的小 V 姐。好，为什么要针线包？就是有些时候演出服或者是对，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哦，有事儿就找小薇姐，就大家记住，我就坐在那给大家缝衣服。哇，女红很好啊，这个就手工很细啊，对啊，广绣哎而且是到你了。哎啊，你为什么跳过？他只是介绍你也说嘛，队长对吧？小 V 来，我在团里的正经担当是创作，对我会自己写歌，对这样子。所以国风的歌包括你们新歌都是你去那倒没有了，没有这么厉害，就我们团体的部分还是由制作人去把控的，然后我就是只是负责我自己的部分这样子。对，有创作的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有创作的、这个、会不会引导队员加入到你创作团队？你也累嘛，对、啊、排一个走位啊，或者是不是可能优先创作，可能优先出单曲哦。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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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对，我们小薇姐又吃到了这方面的红利了。solo 的国风单曲他自己创作的哦，有很多 solo 单呢、啊、对是其他要跟上来，对不对？要马上学习一下创作也有机会的嘛，对不对啊？多把力多把力。好，那么马上要最后、哦、最后带一位，好，谢谢啊，时间到了，好、哦，我们去一段广告，没有，不可能这样，好，对，小 V 你介绍一下吧，好吧，我介绍他嘛，对啊，对啊，对，我们团内的最重要的一个舞蹈担当，哎呀，对，其实今天 SNG 是坐着的，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得到，就是最后一位、就是要现场来一段 freestyle 吗？就身材长得很有线条的那种，就是经常有练舞的感觉，不是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就跳舞。都肯定 OK 的，只不过看一个女孩子跳舞，她首先就是手跟脚要比较修长一点，她跳起来就更加好看，因为比较展现到那个线条的美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他们四个也是很漂亮，也是很厉害。不过，哎，其中的跳舞担当就是这位，就编舞是不是落在她身上了啊？会有很多，是我们有基本上是会有团体的一些编舞会有参与，对，就是我们有别的老师，然后可能和一些动作是会自己设计，还有我们单人的部分，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单独的 part 出来演唱的时候会给大家设计一下、okay. 自己比较适合每个人自己的一些动作哦、很好很好很好，因为很熟悉就可以帮他、夺身定造一些啊、优美好看的动作这样子。那他们今天上来当然也是带了一个小小的见面礼了，对不对？是的，对、啊、听说带了一首非常新的好听的也是国风的曲子上来，是不是？队长要不要介绍一下？是现在 BGM 在放的这首吗？最近发太多歌了，两首都很新。哎呀，看你要介绍哪一首？这凡尔赛太厉害了啊！最近发太多歌了，哎呀，好凡尔赛！最近一个月连发了三首歌，然后他们都说我们是在赶什么 KPI？ 没有、啊，是准备要发专辑了，对不对？我觉得是，是不是要赶上方大同？是不是方大同十月份的出专辑？我现在马上出十首，在几年才出一张？我当时对他几年出一张？啊，就是为什么会突然间这么创意灵感爆发呢？有那么多的单曲出现了 Q3 了嘛、就是、Q3 了，金九银十了、金九银十、第三季度就要追赶 KPI 了。对对对，其实上半年是不是演出会多一点？一般会上半年会经常发歌多一点、然后舞蹈啊，然后后半年我们的演出会多一点、对，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对我们来讲、是就下半年就负责打歌嘛，对，就是去表演舞台啊什么什么是、OK 就是下半年就越忙了应该是，对、所以呢而且还加上有中秋节这比较传统啊，是，而且还有国庆节这么大气的，对不对？所以就有不断的很多的时机啊，就可以出很多这样子的歌曲、对，也是刚刚好了啊。你们发新歌会紧张一点，还是表演舞台会紧张一点？拍 MV 会紧张一点啊？拍 MV 其实没有很多人拍 MV， 看着你们拍 MV 不是很漂亮的展示吗？真的吗？对啊，那你拍出来也是很多人看的啊。
就主要是拍摄，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每个 MV 它会有一个舞蹈嘛，我们的舞蹈可能就是因为要在那个歌曲发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赶紧发歌，然后我们学习舞蹈的时间会比较短，对，很短，对，然后就只能是自己回去练这样子，然后在拍摄当天就是经常四个人就是轮着开始忘动作，然后就很紧张，然后就压力很大，真的，对，可是。其实没办法，你看那些现在的哥哥姐姐也是那么短的时间也要练一首歌出来、啊、其实就是你现在看乘风破浪对也是一样，一周就是你起码看上去就是他说是一周情况下你要练个全新的舞，要记台词，还要练细的动作，当然就是你们这录 MV 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很多观众，不过他们的眼就会更紧张一点、所以这一次也带新歌来了，对，这首新歌首先有个字，我相信大家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就会跟我一样不会读最后的那一个字，对对对，其实叫墨花垫垫子，对，垫子就是一个金字旁然后一个田地的田啊，这花垫是什么东西来的呢？它就是我们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穿汉服的小姐姐，她在她额头上面会有贴一个那种红色的印花、她在 古时候那个东西叫花钿、像花瓣一样嘛，就是一个很好看的印记、怎么样，但现在会有很多不同的形状，像以前可能我们看有的时候那些宫里面那种戏它也是会有这种东西嘛、就那种生咖了之后那种妃子、对对对对、一般都是没进冷宫之前都是有这个花钿的，对，好像是不是像二哈一样月历还有三个三把火在上面了，没有没有没有，就说一下哦。那这首歌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要对二郎神那个不应该是花店来吗？那是第三多了个眼睛好吗？你也跳神了吧？哦，再来，继续。主要还是想要表达就是女子的那种温柔，加上那种刚柔并济的感觉。对，因为其实花店我们把它抹掉之后，就是女子她披上那个战衣，然后也可以披铠甲上那个战场的那种，很飒的，对，飒气，对。突然像花木兰一样。但是啊，抹上花钿的时候会有温柔的，对，然后把它抹掉之后我们就可以披着那个战衣上那个战场，哦，谁说女子不如男，对吧，对对对、哎、我刚想一想说就是找女朋友就要找这样的能温柔也够，现在弄个花钿是吧，这个 还穿着汉服很漂亮的那种，对，女的时候就弄花钿，然后当你帮你挡着外面是，对，这是能外能内是吧，找个女朋友厉害，不过就是很傻、他们的 MV 大家可以上他们的微博那里、关注他们就可以看到了、直接搜就是SING 女团，对不对？然后上面其实我之前刚翻看了一下，他们置顶的还有一个六月份出的 MV， 那个也是很帅的。山海什么那个叫山海图，对，那个也是很好看。不过我们先听新歌好不好？哎，可以展示女孩子既温柔可是又能干，非常厉害的两种状态的这首新歌啊。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大家可以打开直播间啦，咁啊即系睇我哋嘅直播咧，见到 SING 女团咧，我哋喺个直播室入边，大家可以喺搵广东音乐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嘅视频。广东之声啊嘅视频号啦，同埋抖音号咧，我哋直播紧嘅。咁啊喺我哋群入边咧，我哋发一波福利。呢波福利咧就系我哋呢个 MV， 系啦，直接上 MV 啊！咁想入群嘅朋友咧，可以打广东音乐之声咧，搵 Showman 或者阿当嘅。心交互联，别惊动我傻脸，看清我的眼。
是艰难完成，这样这些该怎么解，重装一身闯一遍，忽略世界无人会言，目标会无比向前，谁不是一次次修炼经验。好消息，好消息！广东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2024年秋季班开始招生啦，唔限户籍，成年健康，有居民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古琴、古筝、瑜伽、瘦身、普拉提、书法、国画，各式课程应有尽有。名师指导，寓教于乐。嚟广东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上课啦！报名热线400-888-9823，或者手机微信关注 GRT 快乐同学会公众号报名。Music FM 广东广播电视台，全港之声。陪着你在这个喧动风骚的时代，是你倾诉的伙伴。耶耶，也许当你感到伤心，或许让你放松心情，抛开烦恼，让我们开心一起大声唱出来。Sound of for soul, yeah yeah, Sound of for soul, ha, Sound of for soul.99.3 想要有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吗？来广东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吧，我们多校区办学，现有人民北教学点、环市东教学点、黄埔教学点，交通便利，让您轻松抵达老年大学。老年大学将让您的晚年生活更加精彩纷呈。拨打热线400-888-9823，或者手机微信关注 GRT 快乐同学会公众号，加入我们吧，我们一起探索无限可能。夏天一到，呢间旧屋真系越睇越唔顺眼啊！翻新又惊被装修公司呃。诶，咁就啱晒啦！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举办八月周年庆典，限时特惠，签约定装修立减30,000。咁犀利！我屋企80方嘅旧屋，点升级啊？嗱，拆旧换新，从地板到家电全包，智能马桶、高端家电大礼包，通通免费送。喂，快啲话俾我听点报名啦！简单啦、啊，拨打周年庆专属热线020-6633-9999，6633-49，长信店内更多重磅优惠，一年就得咁样一次噶咋，错过这村就没这店啦。全屋木地板50,000，墙地砖要20,000，定制柜又话几皮嘢。哇，你装修材料都未买齐，咁就使10-20,000啊？唉，仲未计人工费啊。咁你都系快啲揾广州无忧美家整装啦！八月广州无忧美家整装开嘅周年庆典狂欢，周年庆期间啊，签约定装修立减30,000，仲送全屋拆旧，送全屋11件名牌家具，送大牌定制柜，送全屋窗帘主灯，错过八月就冇咁优惠噶啦。哇，咁抵啊！喂，质量有冇保证噶？装修有广东广
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媒体全程跟踪，施工质量唔达标就打烂重装，快啲拨打电话02066339999，66334999，抢福利啦！装修业主特大喜讯，装修立减30,000，装修立减30,000，冇错，你冇听错，广州无忧美家同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手推出周年庆优惠活动，签约定装修立减30,000，无论你系老房翻新定系新屋装修，无忧美家周年店庆巨惠，签约定装修立减30,000，更有多重好礼福利，一年仅此一次，仅限八月，快啲拨打02066339999，66334999，抢订名额啦！半点报时系由新世界天福特约播出，14:30。行得快，好世界！快快快，嚟抢新世界天福，建面约76-139方，江景34房，附赠至高70,000全屋豪装。地铁5号线始发站直达珠江新城，家门口省一级西关培正，3821-1111。呢、这个九月，我哋一齐相约广州北京路商业步行街，见证汽车加文旅嘅美好前景，感受不一样嘅购车体验同汽车文化魅力。一站式购车体验，汇集各大热门品牌车型，任你拣，总有一款啱你心水。哇，听讲购车着数多到数都数唔晒啊！珍珠都冇咁真啊！多个车企将会喺今次嘉年华上推出专属购车巨惠，唔买就走宝啦！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仲携手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喺嘉年华嘅现场新车试驾、拼团购车、游园活动、票券优惠、引爆汽车消费新潮流，你又点可以错过呢？2024越秀汽车消费嘉年华，9月5号到8号，一齐感受呢一场九月广州购车盛典嘅独特魅力啦！Waiting the 世界不再 Is this music FM 这是我的最爱 I love music FM 何美云东海建功8000万，8月31号在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第三届何文化节暨稻草人音乐节火热来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文体广播主持人携手大湾区人气歌手，为你呈现关于爱与梦想的音乐盛宴。音乐之声著名主持人林林双语组合劲歌热舞活力开 show， 东山少爷重磅亮相，经典诠释广府味道，歌手易海、许文婷闪亮登台为青春高歌，黄星宇山乐团电音派对 DJ Mondy 歌声舞台激情奏响，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盛宴，期待你的参与。报名详情敬请关注广东音乐之声文体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99.3 音乐之声陪着你，在这个喧动风骚的时代，是你倾诉的伙伴。耶耶，也许当你感到伤心，或许让你放松心情，抛开烦恼，让我们开心，一起大声唱出来。Turn off for so， yeah yeah， Turn off for so， ah， Turn off for so， 是首没有动的地盘。Turn off for so， yeah yeah， Turn off for so， ah， Turn off for so， 让我们偶尔放松一下。嗱，聽住呢啲歌咧，好似過年咁樣嘅，唔係特別有 feel 啲嘅，即係好開心咯，好多盛大嘅活動啊，咁樣啊，係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難能可貴啦，請到令到大家咧就係一個中午充滿住力量，點聽都唔會覺得厭嘅風騷嘉賓，亦都係我哋先鋒 S V I P 有 S I N G 女團，來用粵語介紹一下自己吧。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SNG。耶、yeah ！个人，来考粤语的时候来了，来开始吧，从那边开始吧，先从舞蹈担当还是说唱担当开始？说唱担当，从说唱担当开始。哦，来，好，来，练了好久了。要不要、在你们想的时候，先给showman说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呢？好，要考我这个是不是？哎，我来，我想一想。他是马娇。OK， 开始。好，来，马娇 ，Come on。大家好，我系。SNG 马娇哦，大家好，我是 SNG 钟思雨、思雨，大家好，我是 SNG 许思恩，哇，准到离谱啊，系啊，因为佢广东人，舞蹈担当来了，来了。
大家好，我是 SNG 伊文。哦，全部都准哦，伊文，伊曼啊，伊曼。都近嘅，都近嘅，都近嘅，系啦。但系其实要多谢小 V 嘅，因为小 V 系最早，系因为小 V 系广东人，语言老师系佢哋嘅，系啦，教佢哋讲广东话嘅，系。但系咧，即系我都有问佢哋话啊，其实你哋几位即系喺广州，虽然喺广州生活得好长时间啦，系咁啊，多多少少可能讲广州话嘅时候都有少少家乡嘅口音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我就问系咪阿小 V 会同佢哋讲好多广州话，就说很多粤语，让你们平常就是说粤语，还是说得蛮准的。但是他们说不是，他经常唱粤语歌，所以唱着唱着，他们就很进入到那个字的字音啊，所以他们其实记得还蛮熟的。对对对对，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我哋阿妈都听完佢只新歌啦，系咯。但系嗰个字咧，大家知道点读未咧？系咯，那个叫墨花店，就是抹上额头上面会印一个即系很漂亮的那种印花吧，就这样简单理解一下吧。但系广州话咧，我哋啱啱查过啦，系叫墨。咩嘢话？抹花店啊！抹花店系啊，唔系花店喎，系花店啊！系啊，冇花店啊，抹花店啊，系啊，系抹花店啊，大家系啊，全网可以搵一搵。嗰个错误抹花店先系啱嘅，系啊，即系电嘢嘅电啊，对对，电子电，床垫的垫，床垫的垫，电子音乐嘛，对电，电子音乐是这样来的吗？床垫下面电子的音乐，所以国语在混粤语的话，就是很多音都是很有趣的，对对对，其实你们有没有真的考虑一下，就是做一首粤语的作品，还是说之前有过，之前有过，跟珊珊老师，对，跟珊珊老师在过年的时候出了一首歌叫《饮醉东风》，然后他有国语版，然后有粤语版，哦，然后也是在这首歌里面，他们就是第一次挑战了自己，就真的是挑战了自己歌曲，哦，怎么样？好想听啊，赶快找一下，应该有的，珊珊老师那首歌，那我找一下，给我一些时间。给我一些时间，当时还录了，时间到，找到了吗？为什么不想播吗？马上来挑战你，老师说我就客气一下。那说真的，就是唱粤语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觉得难度在哪里？你觉得是很难记住那个音，还是就是那个音？他有的音感觉我这个人是发不出那个音的感觉，比如说哪个音是很难发不出来，你觉得一下想不到的，一下子鼻音吧，有些在哪来语工，就我说一个字，吹就是有些哀那种哀那种吹吹就是那个吹翠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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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绿远山里哦，佢就会就系可能就去唔到嗰个音味嗰度。我说一个词吧，要让你们试一下。好，就每天你们都做的一个事情，就睡觉。好，但我们广东话叫很高。很高，哎，其实还蛮容易发的。我一直觉得鼻音，老师，我还以为有多难呢。哎呀，被挑战了，哎呀，所以呢，不应该我说啊。哎呀，很高了，很高了。我觉得我要搬出一个年代久远的那种例子。唔系，长角撞床脚啊嘛，唔使咁难噶，插头咩啊？插头，插头，知道吗？嗱，好准，好准，好准，那是我说的，那是我说的，很准，很准，脸还没丢够吗？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插头，不用，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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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音是最难发的，就是这种。是咩？肯定是、啊。你就想印度人哋讲个数字。我就说年代久远，不用不用试了，不用试了。好，我看一下直播间里面。但是私底下如果你想练得准啲、嗯，某啲音要咬得实啲嘅、嗯，其实呢啲位系要练嘅。系啦，私底下练，私底下练，也不要大声练。OK， 哎。我都好惊啊！你点会讲插头啊，大佬？歪少少音就唔系。但系呢个好久嗰个时候考啲插头啊！你要讲最即系最正宗嘅广州话，你要练呢种音的。小 V 系明我讲咩、啊？小 V 梗系明啦，广东人嚟噶嘛。我其实大概能明白， get 到一点，能 get 到，能 get 到。对对对对，好，及时止损，咱们对对对，算了算了算了，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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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明天热搜就上了。SNG 上我们音乐之声，说了很多地方粤语粤韵风华的词语。
没有没有没有，好多人都没过，太不得了。看一下直播间里面的互动啊，对，我们还是继续回来他们的新歌上面。直播间很多不同地方的朋友来看我们直播，大家可以留下自己地点在哪里啊？徐州市的朋友们，徐州市的朋友你好，衡阳市的你好，因为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定位哦。所以你们有没有开直播？就是有些直播间呢，他会看到有新朋友进来，他们会有一个打招呼的方式，什么什么，有一些正在 rap 的那种，什么欢迎你，老板，老板你好，你好这样子，你好。你平常看的是什么旅团？我也不让你有这样的打招呼方式呢。他们是这样，我看到的。你看的是什么样的？我看就是他们这样啊，什么老板老板的，没有没有，我的意思说，就是他有一个打招呼的套路，明白明白，很好笑这样子。他们可以说每次这样就说我们是 SING 你好你好这样子也可以啊。你看什么直播间？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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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让我想起了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嘛。对啊，它是两个重复的，是波耶不是波耶波罗蜜，是不是一直播就会想到那波罗波耶波罗蜜这样子？对啊，但是你们唱这首歌叫波罗波罗蜜的时候，会不会想到那个主持人唱的以前的？对啊，因为我们以为是跟他真的有什么联系的，就是谢娜之前有一首歌嘛。嗯，对，嗯、那你们是很这首歌跟他完全不一样啊，跟谢娜老师的两首歌是不大一样的。嗯，为什么那么多水果要挑这一个呢？他其实是有一种，因为我们其实在说波罗波罗蜜，就是他对他一种谐 谐音，但是那种谐音我们又不能去提它，所以只能把它变成这个东西。哦，对对对对，就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一些当时网络用语吧，就好听的东西吧，我就觉得就大家觉得好玩的，容易记住的，对不对？就是波罗波罗蜜啊、然后你们唱的时候，他的副歌是不断强调重复还是怎么样？就是跳舞配合在一起会更加容易记住这个动作，跟那个歌词叠合在一起，就是叠加 buff， 想要让大家能记住这个旋律。但波罗是怎么形态让你会记住舞蹈？波罗蜜吧，应该是波罗蜜。我们的动作是这样子的。哦，哎呀，好像打篮球、等一下，好像剧透了。就哦，对哦，哎，告诉大家，发 MV 还没发的，九月三号，对 ，MV 首发，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好似龟波气功哦，什么？你没有看香港的古代武侠片吗？这就是龙爪虎爪那种，然后还有龟波气功。哎，老师，你们都看什么呀？我们那个年代看的动画片、动漫呢、真的有、都是有这一招的。龟派气功嘛，他们年轻，悟空嘛，啊，我看过呀，龙珠，龙珠，七龙珠啊。因为现在说悟空里面的绝招，现在说悟空还可以以为是黑悟空、原来还有一个叫龙珠的悟空，也是那个主角的角色的名字。问题来了、悟空最近真的太火了、就因为那个游戏，大家在弹幕当中或者是看直播间猜猜看，这里四位有一位现在正在刷刷那个，是谁呢？你猜哪？你猜，你先猜，看镜头里面的，我们从左边数起来，我们就是有又忘了名字的这个中左马中什么马娇是这边，马娇这边，然后思雨小 V， 还有伊万，对对对，好，你们觉得是谁在打呢？先给五分钟大家互动的时间，我们大家在上面打出来，你说谁在玩黑悟空这个游戏？对对对对，看样子谁是游戏很厉害的啊！你们平常真的除了这个游戏以外，你们会玩一些电玩或者是？不是应该要他们说一句自己玩游戏的那个感觉，然后让大家猜一下谁是真正打游戏的。好，我们可以啊。我觉得说唱的马娇应该是那么动感动态，对不对？你打游戏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说说看。不怎么形容一下，会有表情。那你表情怎样？你看他是不是平常都是这样的，那个手势好像就是打这个 switch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有摇杆的这个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 vocal 担当思雨。我遇到不熟悉的英雄角色会有一点手忙脚乱，但是遇到得心应手的会如鱼得水，就是会非常的自如。哇，搬得很可是大家看画面上他的手势像是按摩多个像不像那个马娇刚刚那个是他的手势，他的表情已经给大家感觉得到他是不是猜一下。对对对，好，猜到我们的小 V。小 V 打游戏的时候的表情，我的手势是这样子的。我看一下，不用说手势，你要说一些感觉，就碰到感觉啊。你是喜欢打什么类型的游戏？对，直接说出来是吗？都可以啊。我知道，小月姐比较喜欢服务别人，对，这是最近的一个游戏。服务别人就是辅助咯，王者荣耀你们辅助咯，辅助有服务你的吗？以前玩的是和平精英，对，因为你们自己的歌
对，我们有合作过，对，哦，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啊，不是，主要是喜欢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还有舔包的感觉。哦，好专业啊，这个名字。还有就是王者嘛，对，嗯，但是因为现在新英雄太多，有点没有太多时间去试。那我猜一下，你肯定是玩貂蝉的吧？嗯，啊，不对， no 啊，辅助摇。我用一个，嗯，我是玩辅助，我用那个辅助打进了王者里面。哦，是什么辅助？哦，小国标吗？难道打到了？太厉害了吧！辅助不会中招啊，辅助还是偏法系的，孙膑，我最讨厌孙膑。因为他保护不了我，我就是射手。对，把你打死的就是对面，你看小 B。对，所以对，啊，对面的孙膑永远比我们对你的厉害，这样。最近因为时间太忙了嘛，所以就玩一些比较小游戏类型的，就是那种经营类的游戏。哦，经营类的，对，就是他所谓的服务游戏，空姐，心当上的空姐。我也想下载耶，突然说完以后。好，最后到一万，一万，一万。平常打游戏的表情，给大家猜猜看是不是？表情。没什么表情，但是我打游戏不用太多手指头，就是一根一对，一手拿，然后一根，这游戏大家应该很好猜吧？哦，连连看吧，是，也算类似，它是那种消除类的。我觉得就是伊万，只要他开语音之后，对面的小哥哥说：“美女，我带你好不好？不用你干什么的，OK 的吗？”这样子啊，伊万的声音其实蛮甜的。是其他几位的声音不甜了吗？不是，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是不怎么甜的，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有特色跟比甜，我觉得更有特色好一点吧。真的吗？因为伊万甜不好吗？甜很好啊。哦，我只是说伊万他是一个舞蹈担当，我给我的感觉是他要跳舞就很飒的，但是他声音是很甜的，是给我有反差那种感觉。我是这样想，一出声音就垮掉了，也没有垮掉了。我也很喜欢。甜甜的女生声音上，哎，那会跳舞就更棒了。由我来伺候一下就好了，就让王心凌爱你，就很棒的嘛，就会跳舞又声音又很甜的那种。收到，收到，收到。是的，我会把这段卡下，然后发给另外一个人听。可以啊。好，大家有猜哦？好，猜到没有？大家都在猜小 V， 因为是猜玩黑悟空，对，就是猜这个游戏谁在玩而已。哎，好，我觉得他们会猜我是因为我在团里面就是游戏玩的比较多的人。而且游戏玩得很好，哦，看出来他都已经打上王子了。可惜不是我，啊，但大家就是忘记了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这种很菜的人也是可以玩这种游戏的。我打了三天，然后我想起那个段子了。他说：“哎哎，你这个游戏是不是只有这一个怪？”啊，对对对，为什么打了三天还是他？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为什么哎这个猴子就一会儿就死了，就以为打的其实是这个猴子。哦，这个很新，这个段子，我觉得这怪怎么那么容易死啊？他又躺在地上变成灰了，猴子又死了耶！啊，这个游戏200多块就结束了吗？啊，哇，越来越呼之欲出，谁是打黑悟空的了啊？给多大家在一首歌的时间猜猜看，黑悟空谁在打？四位啊 ，SING 啊，我大家可以在广东音乐之声的视频号跟抖音号，大家可以猜猜看，这时候。那我们先听一下啊，你们的这个菠萝蜜。你说我们都是就是这小小小的尘埃，谁是那主宰？谁又在盲目崇拜？当所有结果变得让你无法释怀，攀高台，将生命心大力叩拜。菠萝蜜呀，菠萝菠萝蜜呀，渺小的凡人，下跪要诚恳，公平要足要真。菠萝蜜呀，菠萝菠萝蜜呀，自度的有缘人，婚宴要受封，才许一色望春痕。愿望已经敲在
图我的黄金，快失灵，快失灵，天心地心没动心，好运一说不清，快让梦前行。你说迷信，你只是一辈子相信自己，可你才是天长贵，不是也是你忘记月老天前面你都不理，其实我们只是被浪潮推动的而已。妈，文乐上学了，你在家无聊，我给你报个老年大学吧。我都不是广州人，也能去吗？可以呀，我看到外国人还去上课呢。我怕学不会。别担心，太极拳、中医养生、穿衣搭配，那些很好学的。报名广东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请拨打热线400-888-9823，或者手机微信关注 GRT 快乐同学会公众号，让爸妈的城市生活不无聊。Music FM。这首歌要讲讲叫记明月，也都是如果大家在小破站里面有看 MV 的朋友们呢， 这首歌的传唱程度跟播放量都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们还会出现在很快就到中秋佳节了嘛，还有中秋晚会上面也会看到他们 的表演哦。是的，你们即将要录的是山东卫视的一个这中秋的晚会对吗？是的，对，还有在央视频，央视频、也可以看到国风音乐会哦，国风音乐会。哎、我们不是也有一个广东卫视那时候那个国乐大典吗？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有没有看？真是上面有很多厉害的老师啊。对，我有朋友去。哦、然后朋友问我你怎么没去、哎、对，你为什么没去呢？对、啊、因为很快、很忙，最近有点忙，因为我们在、哎、演出嘛。对呀、啊、我在打游戏。对，我在打游戏。我在服务，我在开店、这样子啊、哦。而且刚刚那首歌呢，它也是在香港的一个颁奖典礼当中他们受邀对在演绎的刚刚这首作品，不止一首，很厉害很厉害。所以呢希望他们的新的作品呢大家多多支持。对的对的、而且记得9月3号啊线上大家一起支持刚刚我们说的新歌菠萝菠萝蜜的 MV 首发、那当然现在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的抹花店呢、也是非常好看的 MV 也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在他们视频号啊、微博啊、小破站上面都可以看到的，只要搜 SING 女团啊、就可以找到他们了啊。其实我们的节目呢通常都会说说吃的，你们在演出当中有没有一些难忘吃过的东西分享一下？哇，那好像刚刚他说的去香港说吃过最好吃的牛河，干炒牛河， 对茶餐厅里面的哦、为什么那么印象深刻呢？他好吃的是怎么那个点在火候吗？应该是它比较入味、入味、入味、然后呢牛肉也特别的好吃。你们平常在广州生活是不是通常在天河区比较多？对，是天河区。有时候的话，有时间的话，去一下荔湾区吧，老城区过来、有什么好吃的？哎呀，太多了，百花甜品。百花甜品其实百花越秀区它是情怀店咯、可是它的味道也不是说不好吃，真的来说就不算很惊艳、可是就是去打个卡而已、我们觉得就是从小吃到大这样子品类比较多、可是那也是在我们家里也可以煲出的味道的糖水、但是他们家的芝麻糊我觉得很不错、还是要去一下荔湾区、好的种个小草种个小草，没有你可以走一走看一看嘛，拍拍 vlog 吃一下嘛，对不对、牛河都很多啊，我们那边牛河其实只是拿我们远一点就拿番禺那、那一家餐厅都是黑色的那个，对，炒牛河一定要试一下，那个也是茶餐厅，对对对、黑色算不算首创啊？那个不是，不不不不、他们都不叫首创、只不过他们炒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法叫炒糖色、不是用、最后的用什么老抽来上色的、就一开始就炒，那种炒出来会特别香，而且把那些汁都裹满了，这个红烧肉的做法那感觉是它又没有到红烧肉的，可是那个 酱香味浓的感觉是差不多的、最主要是火候，你刚刚说的入味就是基本的东西了，对对对，而且就是他们敢用高温去把那个粉条把它烫到有一些我的广州叫龙冰，就是边焦焦的焦的，就是脆的，那一定很好吃。你吃煲仔饭里面的有一点点焦的锅边的，你们你很喜欢吃煲仔饭，有没有去越秀区或者是还是荔湾区？想不到马娇是个这么残忍的人，他是煲仔的，我喜欢煲仔，没有了没有了，不是这你喜欢吃煲仔饭？里面的那个锅巴，我觉得就是对。这样子我最喜欢、你们经理人待会我发一些地址，你们有时间就去看一下店吧，但你们不用身材管理婚演出之前，因为我们年轻，我们每天都在跳跳跳，消耗很大，是不是？还是小 V 要管理他们一下？我不管他们的，他吃的比我都多，吃比我们还多、小 V 喜欢吃什么我们也推荐给你，我很喜欢吃主食，主食哦，碳水的快乐、哇，碳水饭的有没有是黑松露炒饭？我吃过，我很喜欢吃。我们之前去的那一家吃吃那个，就是黑松露炒饭，真的，直接每一天他的黑松露那个酱都是老板亲自去炒的。也是在那个地方吗？越秀区，在百花甜品附近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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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那里呢最有名的就是他的碗仔翅，他是从那个发家的，对对对。然后他的翅非常好吃，里面就是你看得到，就是他有一个石锅热烧的。你们俩是天天在那边转？我们每天都在做。美食节美食节哦，音乐博主还是美食博主来的啊？我们喜欢音乐的生活博主，对对对，我们喜欢音乐的美食博主必不可缺的生活。但是家的东西呢，还是要说一下啊。其实还是做音乐啊，还是如果你的家还没有装修的话，一定要啊揾无忧美家啦。系啦，因为咧呢个月佢哋嘅周年店庆啊，咁喺呢个月咧可以话系全年最抵嘅优惠全部送晒俾你，包括1000药立减30,000啦，仲有送你全屋嘅拆旧啦、成品嘅家具啦。品牌的家电以及还会有材料升级入户大门和慕斯床垫都会送给你，还有几天的时间，报名电话你们说一下，0120-666-33-9999，哇，加钱，我又没加，
好，记住啊，快啲打电话去啦。今天就谢谢 SNG， 谢谢。谢正点报时是由新世界天福特约播出。Music， 穿梭在都市三点正。I love music， music。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FM 九九点三九三点九兆赫。2024粤秀汽车消费嘉年华即将开启。